点。谢谢啊。来，里边请，里边请。哎，好。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哎，这就是我们家。爸妈，客人到了。哎，来，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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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呦。大爷您好，麻烦你了，来快进屋，可以的吗？你们好，来来进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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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把包放下吧。嗯，咱们先吃午饭，吃完饭我带你们到村里，到田里去见。好的好的，哎，我想去下洗手间。洗手间？哦，厕所吧，走走，我带你去。旭阳，谢谢啊，没事。旭，怎么了？没事，没事。嗯。哎，他怎么了？他有点晕车啊。哎，大妈是不是叫你了？我刚好听见。哦，那我先进去了啊。哎，没事吧？啊？加水漱漱。这是厕所啊，厕所总能上吗？这乡下厕所都这样。你要不你上田里边露天一下。啊，你露天就露什么天？那没别的办法了。这楚木、薛阳进屋吃饭吧。哎哎哎，好嘞。你要不拿这个，你捂一下进去啊。回村去一趟。哎，好好，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先忙，你先忙。行，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吃饭啊。好好好，行，回去了。放心啊，哎，我们认识回去的路。哎，我已经能想象出咱们这个小农场建成以后的模样了。哎，你是不是也对咱们的这个未来事业感点兴趣了？现在啊，我倒是对这个村子很有兴趣。哪方面？你看，他们过得都很快乐，就是这个村子有点穷。
你认为快乐跟贫富有直接的关系吗？要不然所有人追逐成功名利为了什么呢？找不快乐吗？你建这个小农场不也是在追逐成功，为了拥有更多财富？如果财富会使你不快乐，干嘛这么努力呢？建这个小农场是我的梦想。人活着总得有点梦想吧，要不然活着多枯燥。我确实希望这个小农场能够成功，也希望自己能够因此而拥有一些财富，但这些都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也不可能因为这些而真正的得到快乐。所谓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并不是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如果你拥有了，可你身边连一个称得上是家人或者朋友的人都没有，你心里边空荡荡的，也忘记什么叫做惦记，什么叫做温暖，什么叫做感动了。那么就算你站在这整个世界的最顶端，你富有的可以把这整个地球买下来又怎样呢？能让你真正得到快乐吗？我觉得其实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不论你成功或者失败，富有或者贫穷，都愿意跟你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些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他们之间越来越无法割舍的那份牵绊。我说我能想象出这个小农场未来的模样，其实并不是说它的规模有多么的宏大，有多么的辉煌，而是我觉得咱们一家人可以一起为这个小农场每天就这么忙忙碌碌的，说说笑笑的，就一家人一直在一起，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快乐。这地儿够大的。琪琪，哎，栗子姐，你带陆总坐一会儿。陆总，您先坐。好。琪琪，你怎么来啦？你是来看我的告别演出的吧？我们老板已经决定要卖这酒吧了，周浩这两天就过来签约。哎，如今冰和宠物都看不到我的最后演出喽。他们肯定是看不到你的最后演出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最后的表演嘛。啊？来。真的？嘿，小徐，快去把老板叫过来。栗子姐，你太伟大了，居然能说服准三爸来投资，这么跟他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儿，你简直就是天才耶！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不过我们这次来呢是来谈合资入股的，并不是全资买下，所以还要看你们老板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才行。你放心，他肯定愿意，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卖这酒吧，你们这么一入股啊，既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又能让他继续做老板，这不正好一举两得吗？好，太好了。哎，老板。哎，马老板，栗子姐找你有特好的事儿，你们去聊聊吧。啊，对对对，这边请马老板。好。好表演啊，瞧好吧。啊，陆总。哎。哎呀，不错不错，马老板啊，那咱们一会儿就把合同签了吧。好啊，来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马老板，啊，我让琪琪最晚后天把支票给您带过来。没问题，那我就去准备合同。行，谢谢。琪琪他带条他最经典的七天天下给您喝，您今天是有口福了。陆总，啊，
嗯，我这样做您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徇私的嫌疑啊？嗯，这个嘛，只要你能让我看到投资的回报价值，那我对某些初衷就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谢谢陆总。王老板，怎么着？咱们把合约签了吗？哟，这不是栗子姐姐吗？哎呦，这位看着有点面熟。这欢迎你来我们的酒吧。啊，嗯，你们酒吧？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也是这酒吧的老板了。我们刚签的约。所以啊，不好意思，我这酒吧不能卖给你了，而且以后能不能卖也要经过他们同意才行。不是我说你，行啊，栗子姐的确是这投资界的高手，这样的投资你都能拉得过来。不过我想知道，这位冤大头，您是？三八，栗子姐。
洗啊，待会儿孩子们回来给你抢洗手间。马上就好。妈妈，妈妈，告诉您重大新闻。怎么了？怎么了？今天那个周浩跑到我们酒吧里来闹事儿啊，当着我们所有人面说你特别难听的话。说我什么了？哎呀，说你什么不重要了。你知道后来怎么了吗？怎么了？那个周浩话还没说完呢。嗯，栗子姐上手，咵啦，就把他的下巴给卸了。真的假的？特冷特酷的说了一句，以后再让我听见你嘴里说出半个侮辱我家人的字，我就把你浑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都卸了，滚！哪只手卸的？嗯，我的妈呀，这么瘦的手，居然……哥，我告诉你啊，周浩说我坏话，结果知力把他那下巴给卸了。啊，是吗？那后来呢？后来呢？我又给装上了。啊，就是，要不给人装上也不太像你，真棒你！哎呀，哎呦，这井水真够凉的。哎，要不要给你烧点热水，洗个澡啊？去哪儿洗啊？院子里。厕所呀。哟，这床怎么这么硬啊？乡下的床都这样，谁还往上面搁席梦思啊？啊，那这怎么睡觉啊？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哟，这东西你都带来了，怪我都背这么大的包呢。可以吧？啊？哎呦，这是单人的吧？行了，你一个人享受吧。哎，别介，我这给你准备的。你看，我还给你带了一枕头呢，我就怕你睡不惯这儿的枕头。哎哎，你别感动啊，你这我受不了这个，你待会儿我起一身鸡皮疙瘩。来，给我吧。我跟你说啊，小时候我跟我爸下乡采集标本的时候，我经常就睡这种炕，我睡得特习惯。就这，我还觉得你不一定嫌够软乎呢。哎，你要不要再来一床？不了，这个够了。好，早点睡吧，明儿还早起呢。你看这个。好。哎呀，哎呦。你别拉了行吗？拉一晚上了，你要想拉上厕所，管呢你！我闺女给我撑腰，我心里高兴，你管呢？我愿意拉了，我喜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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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讨厌，你别给我捣乱行不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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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蹦蹦蹦蹦。这次没招待好你们，别客气，别客气，留步留步，别送了，别送了，送了你们了，好嘞好嘞，谢谢你们了，好的好的，没问题，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常来。楚木，嗯，谢谢。你这几个月都在干什么呢？啊，毁万元心力丸是不是啊？别介，不是我一直都挺努力在忙着呢，那也架不住我公司上下都是一群不努力的废物。你这努力的不得了啊啊，忙活的风生水起的，我都懒得跟你废话。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三个月后。万元新力要是恢复不到你接手之前的业绩，我就把汪衍调回来，重新当这个总经理。你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蹲到万元集团，从最底层一点一点给我干起。坚持。啊，对了，那整天跟你黏糊到一起的那个叫赵文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是你女朋友？他呀，不是，他正追我呢，我没答应。不是更好
要是的话，你赶快给我分开啊！以后少跟这种层次的女人来往，尤其是那个赵恩，不要让我在任何场合看见你们两个发生任何关系。不要以为你们干的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什么广告啊、新闻什么的，都是谁策划出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哦，对了，过几天，锦鑫投资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就要从澳洲回来了，我已经给你们俩安排好了见面的时间啊，这是个好机会，一定把它拿下。当然，能确定婚姻关系最好。万源集团要是能跟鼎鑫联了姻，你后半辈子就算有了航母给你护航了。您这不是等于让我变相卖身吗？哎，就你这副德行，你以为除了卖身你还能干点什么呀？哎，不是，您这是我亲爹说的话吗？闲话不好听啊，你给我干出一点业绩来呀。三个月见分晓啊。嗯。快到了吧那俩。嗯，刚才他们打电话说已经进城了。进城啦？嗯。哟，那就太巧了。快点干活，你这就知道坐那儿看报纸。哥，快快开火了，快到了。嘿，居然到了我的地盘，敢不跟我打招呼？不想混了吧，小老头？回来了。哎，回来啦。累不累啊？累呀、啊。我又没问你。嘿，喝家踩着饭点回来的。啊，落下什么也不能落下吃饭啊。考察结果怎么样？那个村子适合建农场吗？太合适了，山也好，水也好，人也好，我全录下来了，你看看。嗯，好。哎呀，这别在这弄这个，把东西放房间，你赶快洗手吃饭。啊。包给我吧，你给我姐看 DV。哎，好像有些人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了哈。兄弟嘛，正常。你先看看啊，我觉得咱们那个小农场计划已经可以正式启动了。嗯，确实不错。嗯，文姨。嗯。文姨。干嘛？您什么时候能来水漫亭帮我们呀？哟，你们现在就打算做市场推广了？对呀，我们在建农场的同时，就要把 DIY 小农场的计划推广出去。等农场建好以后，最好就能拿到第一批的订单，这样各个环节就可以良性的运转起来了。嗯，文英工资那么高，老是跟他谈工作，就是不谈钱，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啊？对呀，自家人也得明算账。你不知道咱们家辣妈最计较的就是钱吗？啊？谁呀？我说错了。那文姨，您看我每个月发给您多少钱合适啊？妈，干嘛？我们庙小，打个折成吗？二妈，必须一万以上，要不咱不跟他们玩。一万？太多了吧！气死我了！吃饭，吃饭，吃饭，化悲痛为饭量。哎，一会儿下班去哪儿啊？听说石矶开了一家不错的餐馆，咱俩尝尝去啊。好啊，我再叫俩朋友，人多了热闹。成。你们俩还没走啊？普丁，跟我们吃饭去啊。哎呦，不去了，今天晚上不是 Spring 的派对吗？你们俩不去啊？啊，哦，我们改天。 Spring 说了，今儿主要是请你们这些老朋友，我们这些老同事改天单聚。行，那我先走了啊。时间那好不好吃，回头跟我说一声啊。好嘞。
什么都能利用、什么能豁出去的人，谁要找他做女朋友，那不跟半心自杀一样吗？是啊。谢谢光临。Like a cigarette, burn like the deepest threat. Sensitive like nerve endings, I know that you're feeling it. Straight up feeling it like came when I. 见是一种态度，是将世事规律看透后的脚踏实地，扔掉一切道德外衣的真实，会刺痛看惯伪善的世人。但这正是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存在，所以我成功。就像我用赵文吧，并不代表我。
当然了。哟，看，他们来了。都在这迎接呢。文楠，谢谢，欢迎啊。哎，谢谢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走走走。你好啊，咱们进去。来来来，里面谈。这是袁杰部长的私事报告，他说您肯定不愿意见他，所以让我代他把这个交给你。他已经收拾好东西离开万源新律了。没脸见我就说没脸见我呗，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这不扯淡吗？你赶紧给我找一个能干点实事的市场部长回来，还有，通知公司所有的高层到会议室开会。看来我不给你们下点死命令是不行了，最后给你们3个月时间，要是订单量还上不来，你们就都给我集体辞职算了，出去。好。各位请，这是您预定的座位。嗯，谢谢。请。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为什么要来这儿吃饭啊？我是听达子说这儿有一款情侣套餐特。喂，你在哪儿？你有事吗？我要见你。啊？我要见你。就现在，你在哪儿？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吗？不能，我有急事找你。你在哪儿呢？你干嘛非得现在啊？我现在正在吃饭，我一会儿。你很怕见到我吗？这哪儿跟哪儿啊？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快说吧，你在哪儿？茉莉。